也算啦。安尼水色的吼，看迄黄金色安尼水色，黄的入鼻头啦，黄的入鼻头啊，青的入肝，红的入心脏安尼，乌的入腰子啊。哎，迄个说白就细胞安尼，这五色对配合五脏啊。安尼黄金色的吼，迄个叫无金草，哎呀，过鼻头的。哦，竟然有个无金草，无金草，哦，咁有才的。啊，像迄牵到一世家开啊，一花啦，迄毋知啥物，咩物件啦？哦，迄开迄种白花，牵到足济，哦，一条就牵足得呢。迄有网啊田啦。哦，迄有网啊田。网啊田的花啊。有网啊田。我全开拢全开起平，迄种网啊。哎，也够酸呐。就是安尼。网啊田。你啊嘛全啊迄。有网啊田。迄有那足歹治的。哦，迄网啊田。啊，你啊，你像这树啊，你啊好酸的哦。到尾这样少靠甜的，这样少死的。真系真厉害，哎，啊，酸菜你个，哎呦，酸菜又做柠檬的呢。哎，柠檬嘛叫酸酸的呢。啊，柠檬呢，花苞呢红光光的，柠檬的花苞呢红结结。柠檬花苞。嗯，我咧开花呢。嗯，我柠檬咧开花哩，还红苞呢，红红的花苞红红。安尼，遐芒果田较幼幼的。哦，有有。我看挖袂啊无。啊，无到尾，迄当地往个死。哎呦，遐厉害哦！哎，敢是敌人呢？敢是毋是啊？啊，你放假去就拢死啊！迄毋是敌人啊？啊，迄啥物草啊？敌人呢？啊，无迄草啊，啥物名？迄个芒果田啊。芒果田国语就免啦讲。芒果田。敢是敌人？迄个是啥？我到了芒果田，啊，这龙珠草呢？这龙珠草呢？这个，他们灵珠草，这迄阵老人讲山苦灵啦。哦，山苦灵。山苦灵生咧食干啊。哦，这是果干啊，是真诶。哦，迄毋是，迄有那一种芒果甜的草，香芒果甜。哦，我来看那个是苦，那个叫做灵珠草诶。有啊，我毛伊许野草，野草遮无啦。山苦灵这毋是吃查某安尼啊？有啊，吃查某，吃查某，含红烧，含红烧过关。我讲山苦灵安尼。哦，过关。啊，我讲吃查某安尼。哦哦。啊，这牛个吃关位。哦，原来这过关啊！啊，这遮济好物啊！啊，遮济会当做药材啊。迄当山人来，再到当人讲放野菜唔较久，讲看个规拢药草。我咯，看拢药草。安尼咪？咱唔知食啥物药呀，并且着药草呢。哦，并且着药草呢。嗯，啊，枇杷灵草我会，枇杷灵草我会食一落。枇杷灵毒灵。哦，原来枇杷灵草毒灵。枇杷灵毒灵。我唔知枇杷灵草毒灵。我爱会做青草子。安尼乌鸡菜嘛灵，乌鸡菜我灵，但是较袂灵。哦，乌鸡菜。乌鸡菜我爱过关。凉快。过关就是拢灵的啦。哦，过关。哦，过关就灵的。啊，这鹿角草啊，这鹿角树啊，这鹿角草啊，这也是鹿角树啊，鹿角树啊，这才鹿角树啊。这饲鹿啊，饲鹿啊的人，来不接等我接种。啊，原来饲鹿啊在吃这哦，鹿啊在吃这许啊。哦，原来在顶啊。哦，原来在顶啊。啊，这鹿啊，这鹿啊吃多好了。鹿啊，鹿啊，鹿啊，拢去吃这哦。哎呦，啊，这学问啊。哦，我这我做个法呢。哦，这做个法。哦，这鹿角草在做个法呢。鹿角草啊，鹿角草哦，是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雨水溪畔那个夏季台风季节那个淹水了，淹水造成这个景观了。